欢迎收看中国新闻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。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东京日本皇宫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。习近平向明仁天皇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习近平说，胡锦涛主席去年5月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，全面推进了中日关系。去年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，陛下致电慰问，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给予宝贵支援，体现了陛下和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。习近平说，我这次应日本政府邀请前来访问，目的是进一步推动中日友好合作，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。我同鸠山首相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，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，还将到北九州地区参观访问。我希望通过此访为促进中日友好合作尽一份力量。明仁天皇感谢胡锦涛主席的问候和祝愿，表示胡锦涛主席去年对日本的访问非常成功，习近平副主席对日本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日中友好关系。